独特的冰生热茶，更曾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的中国客运码头提供往返香港、九点东省以及澳门的跨境渡轮服务。距离中港城大概五分钟的路程，就是七九人驾区地区中心。建筑物以传统中国彩灯为概念，游戏外形与半开放的中庭空间，体现器的概念，展现戏曲不时代感的新形象。您可以在这里欣赏的大江南北的国际曲演出。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一起的了，王老师，你看，这里好。
뭐야? 내 삶은 복좀 하는 거나. 예요.
a barbecue.有歌聽，有相睇，仲有平嘢買，仲有個集香港懷舊小食同多個特色之一新嘅。
冰凉，来冰块。那你不要卖那么便宜吧，你这个面都没什么好。Thank you.
人呐、啊，他这个转转换的话，你没有跟他说吗？没说的。这个呐，你转转换的话就说没有啊。Thank you.
三花店，色彩缤纷，唔同品种嘅花卉应有尽有。除了鲜花盆栽，仲有唔同嘅园艺用品，啱晒中意园艺花艺嘅朋友。而喺福菜街嘅金鱼街，可以话系闹市中嘅水族馆。除了金鱼，仲有热带鱼、水族用品等等。呢度亦有唔少嘅宠物铺，想揾宠物用品，嚟呢度都啱噶。我要弄点亲亲回亲我叫我我叫他下一站是上里屋花园。
Thank you.
metaphors as powerful of remaking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Chinese tradition. Many Hong Kong people also believe in these religions. The 615 Wong Tai Fung Templ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emples in Hong Kong, which worships the three relig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Wong Tai Fung always answers prayers. Thank you.
龙城可以说是另一个历史悠久的香港地方，这里的圣王台公园记载了十三世纪南宋时期的历史。相传当时一名皇帝莫难逃避来到这里，这里还有映电影成龙热潮的九龙寨城。香港第一座国际机场取得机场都成位于九龙城。那么今天九龙城已经成为多个亚洲各地族群聚居的地方，特别是泰国人一直有小泰国的美誉。
摩迪道，更会挂双分丝，令人叹为观止。想亲手接触一众明星导演，现在大道那边有超过100颗巨星牌匾，每一个有不同的明星导演手印和签名，见证香港这个东方好莱坞的历史。Breathtaking and dramatic views of Victoria Harbour and the Hong Kong Island skyline. During festive seasons such as Christmas and New Year, the curtain walls of the buildings behind and inside Lodi Road will be decorated with glittering illuminations. The admin of the park nearby pays tribute to the monument of Hong Kong's in the Lodi industry.
我们走到一起，不用收分，不用收分了，我先上楼了。嗯。